吉克族，我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原住白种人，全国仅有50000余人口。他们说的塔吉克语是一种波斯语方言。他们长着欧洲面孔，发色金黄或黑褐，高鼻梁，眼睛碧蓝或黑褐。塔吉克族鹦鹉、鹰笛、婚俗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他们常年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。他们是帕米尔雄鹰。塔吉克族，我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原住白种人，全国仅有50000余人口。他们说的塔吉克语是一种波斯语方言。他们长着欧洲面孔，发色金黄或黑褐，高鼻梁，眼睛碧蓝或黑褐。塔吉克族鹦鹉、鹰笛、婚俗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他们常年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。他们是帕米尔雄鹰。塔吉克族，我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原住白种人，全国仅有50000余人口。他们说的塔吉克语是一种波斯语方言。他们长着欧洲面孔，发色金黄或黑褐，高鼻梁，眼睛碧蓝或黑褐。塔吉克族鹦鹉、鹰笛、婚俗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他们常年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。他们是帕米尔雄鹰。